为了配合政府政策，埔里镇公所在开学前夕由清洁队员到全镇高中以下的学校进行消毒的工作，希望在开学日之前能够将所有的消毒工作完成，以减少武汉肺炎疫情扩散的可能。因应武汉肺炎，那在我们政府的政策之下，我们地方的清洁队也配合政策，在进行高中以下的学校外围的环境，我们来进行消毒。那希望在下个礼拜25号开学以前，可以把这个工作全部完成。那以增加我们学生上课的安全，还有减少我们疫情的扩散。县议员叶仁创肯定埔里镇公所的用心，同时也再次呼吁乡亲尽量减少出入公共场所的机会，希望全民都能够一起来防疫。开学在即，埔里镇公所在廖镇长的政策指导下，今天在埔里的各个学校的围墙做一个消毒的防治的一个作为，然后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还是一样，那个武汉肺炎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忧，然后遵照政府的政策的指导作为，然后做自主的管理，然后小朋友在上学之前，家长先替小朋友量个体温。武汉肺炎在蔓延当中，大家尽量不要出入公众场所，必要的话，在大众捷运系统或是很多人的地方，才需要戴口罩。副议长潘宜全肯定埔里镇公所的用心，开学在即，也再次呼吁相关单位务必要重视校园防疫的工作，让学生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空间。记者陈伟一埔里采访报道。